的话，款太一直先挖弄，然后这边粘到泥霜开完之后，但是没有躲到这边伤害，反而是直接被款太给带走，连不动往后拉扯，是回到安全。哇，命中了！海蒂到了前方战场的这一个输的身上，哇，豪中真的太准啦！吸引力法则啊！就在旁边，如果豪士神刚打到时第一时间解掉，就不可能打起来。哦，豪神霜，哎呀，脱险拉掉，但是的话呢，这一边直接推到艾米丽，艾米大绝开起来之后呢，超人选择再推一波，哎呦，这一波的大绝被当爆裂拳，还要被注意到对方两个后排，真的后面神战下甲想要救后排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这边的话呢，马瑞斯虽然倒掉，但是呢，可以靠这边超人往的捉进攻之后呢，寒冰毒行往前，在你的话呢稍微踩了一下，但是的话呢，他打出的控场并不足以救下自己家的晚鼻。请把你们的双手还有你的这个手指头，哎，这边刚讲完，哇 ，easy 变形功后拉掉。等一下，母屁，他有母屁了，母屁有人在推，有人在母屁，有人在母屁，哇哇，可以最后一个，哇！基本上你也完事，是，哦，西西往前卡了，这边浪斩牙直接下。但是这个效果看起来不是太好。绮罗现在进来的位置有点慢了一些些。哦，这边卡芬尼使用大路，非常卡芬尼的这样，看到大绝来了，是伦伦要进去了。这边的话呢，我是后排勇士的融化掉，涅槃之刃倒下来之后呢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小莲位置，还在只是努力做输出，他根本原地站着射，他只是射穿了两名成员之后呢，看一下后面阿德的位置，还有伦伦的位置，看起来不太妙，而且的话一定还在只是做输出，爆炎弹非常勇的输出，还在不断往前做进攻，看起来 HKA 这一波只倒下一个小莲，而且呢这边的话呢，外地倒下了四名成员。我怎么讲谁就要死啊？是这边的话呢，哎，雨翔的位置涅槃倒掉，但是的话没关系，他会再复活。后面 KSAC 只是赶过来，这边想要做留人，找到阿德，这边换了朵朵瞬移的二技能往前做进攻，这边一技能叠影双花在对方身上弯向转出来，这样是卡芬尼的凝霜之可能稍微躲过一些伤害，但是没关系，他还有涅槃，这边换的醒来之后呢还是被控到，哎呦。诺诺这边换成拿下双杀之后呢，可以看到这一边 One Team 被拿下了四个人头，由诺诺拿下了 Triple Kill。其实林迪我感觉蠢蠢欲动往前，不过在于百倍的一个死亡角度上也观察起来，这前方二百一个人现在处理两个 carry 位啊，直接后面该如何打，哇，就这样子直接处理掉了。哦，这边荡进去找到补屁，这边换的守卫桌下下来，但是换的没有下到太好的效果，后面孤独位置上位置一技能的还没突袭是吐反的，最后的话呢被对方给处理掉，但是换的波轮只是滑进的 Apple Pro 这边处理掉对方的补博中呢，哇，这个伤害，哇，这样子就是25,000美金，75万台币，两个人落了出去，这时候母屁被留住了，五名成员包过来，这边回升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，但是还是得往后拉着。统一这时候来了，这时候留人，母屁要来了，统一来了，哇，这边回不去，洛里昂有一点点尴尬，又是你 iPad Pro， 又是你被留住了，你前方的母屁已经带走的是卡梅尼人头，这时候的帮现在很生气，想要先打 r